饭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《岁感决定》。因为我本身没有什么太多出国旅行的经验，听过很多人，之前就有人跟我说，如果想要出国的话，他们推荐我去哪里，非常多人都推荐是泰国。没想到，其实出国最难的不是要去哪里或怎么样，是整理自己的行李要带哪些东西。我都把它一袋一袋的装好。这是跟谁学的呢？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小光哥出外景的时候。他就把一袋一袋装得非常整齐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像是这次要去二十天，非常久的时间，我也没有出国那么久过，所以就是要准备很多套的衣服，对，然后一些蚊虫的药，但这种蚊虫，不知道泰国的蚊子跟台湾的蚊子有没有不一样，这对他有没有效，我是不知道，就是就喷喷看。人生第一次要发车哦，可前面有车被拢啊，被拢掉啊！170公斤，我是我的，你看哦，我我 so big。耶！新鲜的鸡腿啊！小心会爆，厉害！这个火力我的。脸很近的，大哥是很坚持他的原则。曼谷了，但感觉这几年曼谷哦，车好像变多，但是整体秩序变好很多啊。对，先拍照给军伦。军伦，我也是蛮担心他会不会不知道在哪里。军伦，这边这个照片点叫郑王庙哈。他说：“哦，要去这个照片的地方，这个照片的地方。I want go to the there, you know? Okay. How much? 一块，这么便宜。One hundred. Come on. Oh, one hundred. Okay. One hundred. 有，有换泰币啊，好不好 ？Okay, thank you. Thank you. $100, right? Okay. 就这么顺利，好不好？”我的英文还是不错的 ，OK， 这个要直接怎样 ？This one，OK，、okay. 好，这个要自己来好不好？自己服务。哦，这个嘟嘟车，人生第一次坐嘟嘟车，来个拍照好了，不要管。
跟台湾不一样啊，是反方向的各位。我这个第一次坐嘟嘟车，很像我在部落坐那个货车的后座一样，货车后面有那个空的，空的地方可以坐。就是哇哇，这个风，泰国的味道，不错。然后这个呢是那个嘟嘟车的拉环呢、啊，因为它会转弯，所以你要应该是啦，可以左右摆动这样。快到了，这边有点像仁爱圆环。现在翻译很快的，你讲中文，直接翻泰文。仁仁口才们没太太，仁仁口才们没太太，仁仁口才们没太太，太太。OK， 好，他大概揍我。Yes, my first time. 大哥懂了、啊。我发现这边很多车子啊，台湾没有哎、欸。这边很多车子都蛮酷。车应该聋了、哦，我家可能要靠到旁边。OK, thank you. 这对我的身高来说有点吃力啊。OK。Hello, Sadika. Hi, Hello, Sadika. Hello. 快点过来，没有迎接你。巨星是吧？就很像有人迎接我的感觉。喂。哇，这边很漂亮啊，哥！等你那么久，你还给我搞自己搞巨星出场，怎么样？第一次来哎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这边哇。好热，好热，都流汗了。年轻人果然就是年轻人，好热，好热。你看，哇，很凉爽。中年人果然是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哦，身上现在也没有钱。传讯息了，哥。什么？欢迎小刚军轮参加世界第一等泰国大众走旅行挑战，所以我们要走的，是吧？你知道泰国有多大吗？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他如果是曼谷长量，地图长量，对他如果是曼谷纵走，我也就算了。对，他是那个泰国纵走。哎呦呦呦！你们将由泰国东部开始，经过中部、东北部，抵达北部清迈。透过公路旅行自驾啦，我们会派专车载你到起点。挑战清单也下载在地图资讯中。Good luck。Gula 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，你有看过那部电影吗？我知道，木村都在演。Gula， 祝你好运。Gula， 我刚才觉得这一趟太古大众走堪忧，我怎么带了一个智能有一点状况？西了哥 ，OK， 头嘞，嘞，你在边个？对面的话 ，OK one， go out， OK， 真的要下来，来你包包真的要下来哈，那个很重哦，跟那行李箱很重。哇，good， OK， 拜拜 ，OK， 拜拜，拜拜。他是我见过最不负责任的司机，讲了一堆泰文，你可不可以讲中文？你讲点我们听得懂的话好不好？这是我 Google 翻译嘛？哎呦，就这样走了。对面应该是一个学校，以我对这边的了解，
你是刚来？哇，第一次来。学校或是政府机关？对。嘿，嗨 ，Hello， 巴迪卡，巴迪卡。为什么会有？为什么会有在跟我们打招呼？拜拜。Where's here？ 他还跟我比爱心，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吧？太有趣了，完蛋！这就是泰国热情了。等一下，先让我不要慌，好不好？莫急莫慌，让我出动一下在地好友。大哥，我们现在在那个什么什么一叫什么尖竹问府。如果我们要往现在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曼谷，我们现在往东嘛，靠东，在那个柬埔寨边境城市这边。对。那如果我们要往上走，或者是我们在尖竹问府这边，如果想要移行动的话，你有没有可以借个车，或者是小台的飞机也可以？小台飞机也可以哦。对，你会开飞机吗？不会。那好，你问一下，你再跟我讲。其实蛮多观光客来的，对啊，超多。我刚刚还有专门接驳啊，接驳车，对啊，你看车超多。刚才有小心，哎呦，很漂亮的车。Hello， 哎，阿张段 friend， OK， 来，你朋友啊，靠边，你朋友的车，我朋友的朋友，出外靠朋友嘛，对吧，在家靠父母。Hello， 萨瓦迪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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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哦。欸，你车很漂亮哎 ，beautiful， 很，是个很 old school 哎，但是一台车，哇，这个很帅哎，照顾的很好看哎，哦，啊，果然手牌哦，哥，手牌的，右边的哦，我跟你讲，段哥懂我啦，我会开手牌，你是手牌，我 OK， 我手牌人，那你先出去绕一圈，然后回来再载我，如果这车完好无缺，我再上车。车一定完好无缺啊，人不一定完好无缺啊。哦，你看它内装吗？可以啊，放心。很漂亮，你看红色的这个织布，真的质感很有质感啊。哎呦，手摇的，好久没看到手摇的。对，手摇的这个。Cool， nice car。还要拍了。哦，什么？哎，看，哦，它的那个电风扇冷气，对，没有冷气啊。电风扇就是它的冷气。哦 ，OK，Thank you， 公分开。哦，好，那我开哦。当然啊，哥。可以的，不要担心。我们开。哎，哥，熄火了。哇，完蛋了，你这个应该不太会开。你可以吗？它只是熄火，它不是爆炸。莫急莫慌，我跟你讲，你来，我教你。完蛋了，这个意外发生，意外总是哪辆车位 OK？ 你要怎么教？我跟你讲，你先坐进去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样推发的。推我来，那我推你来吧。我推，因为我不会，我你确定？对，我推。啊，你阿伟，你压离合器，可以哈？可以了。OK， 竟然发生这样的惨案。来啊！等一下，再推啊，再推，等一下，再多一点点。人生第一次要发车哦。好久没有这样发车，哥前面有车被拢啊，被拢掉啊！前面有，等一下，收，等一下，可以，等下有一点速度再发，可以 ，good， 好，对啊，一档啊，然后离合器要放，油门要踩，对啊，我这样是对的啊，很难哦。等一下，再一次 ，OK，later，OK，Let's go。没有，这个还是，我小心。你看，连车主都还是要稍微，好吧，踩一下才能够，小心，没事，各位不会再让它熄火。这个车我这边啊，这个地方在 ，OK 哈，可以动一下，好，慢慢来哈。太热了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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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超帅啊！我油门几乎只是碰到而已。哦，帅哦！我是不是比较靠左？左边是靠左。对对，我们右边对，照的是我们比较方的一边。那就是阿妈。算了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今天都是这样。我蛮漂亮的，好美哦！这么漂亮。哇，今天主问有什么？他其实虽然算是靠近那个柬埔寨旁边的边境城市，但他也靠海，对，他等于是东部，所以海陆都有，然后海鲜又靠海，海鲜一定多。这边听说这边有那个什么虎虾，大的虎虾全部都有，各式样的海鲜。每个季节都抓得到吗？哦，冰冻天没拿没啥。冻天那个、啊？一年只有两个月而已。两个月刚好。是算是干季啦，准备要进入雨季前。对，抓得到。他这个会，他会打人那边，把他脖子头那边抓住。打会流血吗？你没有被打过吗？我流血的。哎，你看，新的伤口。昨天。这昨天被打的，你还跟我讲不会？好，今天就这样。哥，你在船上了，你先去。啊，你去。你说我在哪里？我没有在船上。你误会了吧？你刚才看错是不是？哇，那个夸张哎，那个我没有在船上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一个洞哎、欸，那个不是、啊、那个不是，哇！你看大哥的手有多粗。哎、欸，他都抓几年了，还这样子，还可以被打。船长用脚帮我们控制方向，这边其实很浅的，哦，这边很浅啦。啊，哇，好厉害！很浅。喂，哎，这个不能在原地站太久。来，哇，你打得轮？哇，马上就到膝盖。OK 啦，哎呀，可以啦，哎呀，在这边抓得到。你干什么？前面会越来越下去。会，我们要那个吗？哪一个啊？给我们需要那个吗？海绵，为什么海绵？海绵风南歪坡地啊，让我好。为什么海绵？哦，不然的话你膝盖就会。哦，这么舒服啊！反应，你再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看它。哦，后退一点。OK， 我知道。主要是第一轮。一、二、三，可以。哎，大哥，不是让你玩的，是让你找洞啊！我在那边了。好，演一下了。有吗？没有，这个他们要走过去，要半小时。那我们还是先。滑梯这样啊！这边我们踩一踩，那尿下去出来。对，来尿下，利尿下，利尿，一直尿，是不是？利尿，爬一爬都不忘记叫什么名字，稍微再到上面弄好就好。我们两个是抓到。节奏来了。哦。哦，要变路啊！这个不能了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两个人不能，这只能一个人了。完了，我们知道什么叫蝶式，我来了，打不住我来了。看我脚怎么了？脚僵。等一下，慢慢来。给我那个。拿个小板子给我，我用小板子一下子。我哇，超轻，还没碰到，但是现在已经喘成这样。哇！机这样子有东西撑着就可以。哦，我踩到它了，真的假？它有洞哎！等，这边你用脚把它弄起来看看，
看是不是？打我的脚。君龙好像要踩到一个哦，等一下。刺，很刺哦。哦，我有有有，你把它推出来，推出来。它推不出来，因为它会刺。等一下我看一下是不是这只。这边好像刺。哇塞！等一下，不是，这边。等一下。这边下面，你摸到这个吗？是吧？是吧？来、哦，等一下、哦。OK， 你的脚张开哦。OK， 好了。好的，好嘞。好。哦，哎。哦，哇，这个它是你一直吃一直吃，那个浓郁感会慢慢提升，慢慢提升，那个香气跟甜味后韵慢慢出来，很像很像。这个层次感很像重乳 cheesecake。嗯嗯，这是重乳的 cheese 榴莲。嗯，哎，这个第一名。嗯，这个第一名。这很强，这非常强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《最感决定》。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那不是我拉开给你看。你那个 ？No，No。OK，Later，Later。被、okay, 骗了。你乱掉不懂了，那个哥，对啊，这边他说这边哥，等一下，我起来一下，来，可以，我不会自救，啊，喂 ，This one， how do you know？ 我另外一个你们没帮，我们乱过南岛一趟呢，对，他有两边瘦，他一看就知道了，你哦，那这个也是哦，没拆，没拆，这个没有 ，OK， 试试看，拿起来看看 ，try。哦哦，这两只共通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它这个水，哦，它是共通的，什么弄？联动的，它怎么把它抓出来？好，我们来这边，起来，要用脚踩。哦，我这边三六零在拍，秋生，这么深啊？太深了吧？太夸张了，这个要去哪里啊？快到地心了呢，他还没出来哦，超深呢，他的已经腰都腰了，腰整个都下去了，还没出来。这个他什么时候出来？明天？哇，没有哦，搞不好跑掉了。No， 没有，没有了。嗯，咪，有。来。都别看得到，两边都看得到。你躲没躲？有。哦，小智不是？我这里呢。OK。小的，跟那个屁股太腰，对，这样子。小的，哇，洗一下，洗得干净吗？这样，对，洗不干净。哦，好刺，快洗一下。你的屁股这样一洗。嗯，小智还可以这样抓。小的，真的小的。好、哦。当然，你现在是看不到他的，因为他看得到了，稍微。哦，像螳螂，有没有？像螳螂一样，很凶。小的还可以这样，大的就没办法这样抓。吓到我了。再走个几次，君伦，你大概到台湾红树林那泥巴地，你觉得还、啊、是什么啊？跟平地一样。没错，再走个几次，我就会放弃下船。走吧。喂，哪里？他说那边。这边有一个洞，有没有？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漩涡。啊，出来了！哎呦，自己出来啊！自己出来！来，跟着抓，小心哦！等一下，我走。哦，蛮，也蛮大的哦。蛮大。好大哦！蛮大的。太大了吧？大的。这是刚刚那个的五倍，比刚刚那个底大很多哎，大很多。等一下，哎，等等。没事，脖子跟因为屁股，他这个断，对，他屁股也是，屁股不要弹，屁股会弹呐、啊，他会刺到我，哦，很大，非常大，这个在市场，台湾的市场很少，非常少啊。如果这个在台湾餐厅很贵，一定很贵。这个 how much？ 罗拉刚多有盘虫哦，这个中型的大概800出，但是大型的是一公斤1200。哥哥，你还活着吗？没有。你还是你吧，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吧？
小看王芬南都认识潘俊文。妈妈，怎么那么难走？好开心啊，各位！我来到水世界了。疯了疯了，这个疯了。最小第一只比较小的，对，第一只，然后其他都是大只的。然后现在这个，小心哦，对，等一下，对，那个是大只的，真的就很有力。他太，因为他刚抓到哦。哥，我们就是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也知道怎么抓了。原来这么简单，我们刚怕的要死要活的。你看这是粗度，很粗啊，很粗啊，然后很，这就我讲最大跟手臂一样的，有没有？这一只大概。5至6至1公斤吧。啊，几个蛮哈多啊。5至，香的，好会煮哦！它这个是蒜酥，它炸那个蒜酥上去的时候，是油葱酥哎，就是油葱酥蒜酥这个蒜头，脚先拔掉是不是？哦，它水分很多哎，它很脆，因为这个是清蒸的，对，是用清蒸的。交给我吧，对。但你小心哦，它旁边这边还是刺的哦。哦，哇 ，OK， 头拔掉，头拔掉，来吧 ，OK， 然后旁边拉一下，慢慢的。轻轻的拉一下，有没有？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可以哦。有没有？你脚拔了？你脚拔断了？拔掉脚。哎呦！哎呦！哦，这个没有。这个是最后喽。这个前面稍微辛苦一点，但拔出来绝对值得。哥，你看哦。好，我看。你看哦。哎。喂。可以哦。喂，哇，够我的手掌哦。沾这个哈，沾这个吗？哦，原味好吃哦。它的肉质比较，怎么说比较脆吗？它肉质比较脆，因为龙虾是一丝一丝的那种。它比较像是大明虾，对，斑节虾的那种口感。这帽子都想吃哦，到时候。帅气。你看哦。哦，那么厉害。哦，哦。很辣，好甜哦！甜吗？这越吃啊，那个水分是用炸出来的，它边咬会一直挤出来，对不对？它的含水量跟一般虾子啊什么完全不一样，它是自己本身含水量就很高。我是不是跟你讲？哦，他们的这个吃了这个，其他回去你很难再超越，回不去了，完蛋，回不去了。好了，哇，这个真的好吃啊啊啊啊！哦喂，嗯，我加超多辣椒，嗯。对，我知道，好吃吗？哎，就算加很多辣，也不会挡住它的那个鲜味哦。对，还是可以感受得出来哦。感受到我的火吗？你有在流汗。Fire！ 吃这个，吃这个，这个就是直接整尾炸的。放心，吃的很，哇，好好吃哦。看一下，哦，哎，它炸的那个蒜头的那个蒜酥的香味全部都进去了。蒜香真的不得了，嗯，嗯，嗯，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嗯，虽然这样炸也不会那个味道没有跑掉，哎，其实那个蒜香味好很搭呢。嗯，
这个榴莲啊，哥，榴莲树，满满的榴莲树，现在正是产季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忘记我上次吃榴莲是什么时候了。你敢吃榴莲？我敢吃。你喜欢吃吗？爱吃。我也很爱，但是我好久没吃榴莲了。这边算是泰国的主要产区之一。哦，是吗？这边的这边榴莲种很多。榴莲主要产区之一。对。没有什么榴，采完了是不是？没什么榴莲，结束了是不是？大哥，没什么榴莲，现在不是榴莲的产季吗？采光了是不是？大杯抹了它，快要没了，快要没了。喂，那还有，那还有吗？还有哪里有地方吗？外面还有哈。啊，我们可以坐你车去采榴莲，带我去看哪里还有，我们去采好不好？这个很危险，左右手一定要扶在那个边墙，好不好？符合三点不动，一点动原则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穿内裤哦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碎感决定。现在大概这边四五颗都还有了。对，那怎么采？蜜打有龙吗？那个扫不拉？怎么切？榴莲呢？你有没有抢错？这个椰子的话我可以。对啊，菠萝蜜的话我也还勉强。莲雾的话我也行。麻辣好不好？不是他，你从上面直接丢啊？打板面。丢下来的话就，这样子接。哇，所以他是丢下来的时候，你用这个去。包住它，然后再下来是不是。哦，它会卡在那个麻布袋中间。了解了解，很简单。好，他很会。我太会了，所以你来试试看。他这个很强。好了好了，来啊，哥，有危险的哥先来了。他等一下，你哪一颗，大哥？哎，他怎么上？你要丢哪一颗？跟我讲哦。对啊，他怎么上去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怎么上去的？他就这样子爬上去。跟着脚张开哦，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先清空，我等一下绕跑的位置。先清空，先清空。我发现我接不到的时候就要赶快先绕跑。各位，弟，没事，记住我最帅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我先看一下，很好。对啊，这边，好。你家如果尽量打到的话，往这边打。看灵机哦，你要注意看动作。这边，我这边掉。对啊，还没有，你要注意看动作，还没有，太远了，拍不到你啦，打不到，不打到，我打到我，你要看看动作，好啊，哎，他是直接垂直丢下来是，好，来，等一下 ，OK， 你的脚张开啊 ，OK， 好了 ，OK， 哦，哎，怎么样，你算是接住了，哦，完好无瑕。虽然掉下来，我溜去我，但是他没有摔到。哥，你刚刚表现得很好，完全没有摔到。很刺，什么都刺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了，他这个真的是你拿着，哎不，拿着，对，我拿着。然后你等一下拿好，我刚才这样子有没有？对，我刚才没有想到他那么重了，你往这边丢，轻轻往这边丢，这样子，然后你放手，哦，他会有没有？他会像魔鬼毡一样这样粘着，对，所以你只要这样子越大力滑下来就好，越大力越好。但这边要抓紧，我现在很厉害了，你随便丢。往那个头的位置哦，往他头上丢。等一下，对 ，OK。哦，哥，好不好？这次没接到，但我没有，但是有碰到。我在旁边看出来了，我在旁边看出来了，哥。这次没有像刚才那么，但是还是有碰到，抓到那个刚刚好上去的那个位置，上去那个感觉。我接到，但我没有顺下来是。哦，还要包起来，还要有一个那个叫做那个缓冲，这样子缓冲力，他是要把它包住了。对，哎呦，他呛你，对，他呛。好好，哇，好轻松。哦，臭屁哦。好，哥，我相信你是最棒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脚张开。OK。
因为刚才没有人示范嘛，所以我以为是 OK 啦，接到然后让它放下来就好了。对了，原来是要稍微包住，而且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能怕，你们表现得很好，我们去吃吧，走。你站这么远，走吧，走 ，Let's go。OK， 等一下，刚才还有很多颗已经在准备好了，好换你。让反光，小心。Wait a minute， Wait a minute。小心你的小小轮。OK OK OK OK， Come on。可以啊，有缓冲道，有缓冲道，有缓冲道，可以啊，轻轻的动到地上而已。OK， Come on， 可以，你下次就会很好了。OK， Come on， 可以，可以。这是水沟吧？啊，你。你们变诶拖了吗？好，这个呢，大概这大概有三十米，这有五层楼吧。哦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真的这个很危险。然后下面哇，好像我们打仗的哦。这个是什么防空洞对不对？对啊。准备诶，这边冲呀，这边可以养鱼啊。对啊，超诡异。看不出来可以养鱼呢。哇，相当好，相当好，美。网络版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、最好看的《最感决定》。这个小心哦，这个真的很软，这个真的很软，没有在这样喊，放心，都喊放心。我讲，你最好一开始两只手一个打一个。哦，它旁边就是侧面，嗯，它旁边都有洞的。可以吗？可以，等一下。哇，好，可以吗？好诡异的养殖场，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养殖场，这不是我练，这个确定不是臭水沟吗？到了，可以了，你下来，可以，不用耳机啊，哇，加龙感觉，不用耳机啊，转动，我们要那个，好不好？符合三点不动一点动的原则。话筒没有穿内裤哦，这个没有拍到，没有拍到，我会帮你遮小丑。Good job， 给我下面哇。好像我们打仗的哦，那个什么防空洞对不对？对啊，准备这边冲呀，这边可以养鱼啊。对啊，超诡异，看不出来可以养鱼呢。一路踩下来，这全部都是岩壁啊。对啊，那它这个是不是那种很坚硬的岩石？对，它是沙质的，所以你看哦，你看抠一抠就掉。哇，这个啊，哥真的要小心。这个其实真的是要小心，因为它。它什么时候掉？雨水啊，或什么水剂冲一冲，它这个这就没了，会变形，因为它没有做那个所谓的支撑的。这边只有唯一都只有一条路。你仔细看哦，哇，真的上面撒网，这边到底了。哇，撒得很好，相当好，很美。这里面鱼多吗？而且这边不深啊，照理说应该鱼会很多，然后把那种感觉，还是它只有一点养殖在里面，有吗？它的速度慢到我觉得好像没有，它一点动静都，它到底有没有？各位在这边是有一个 echo 的存在，没有。他们现在在拉紧上面的那个线，它上面太轻了。对，它是现在在拉紧，所以你怎么捞它都从底部就游走。哎，那就好卖了。对，很像油哦，很像油，这么一回事。零冰冰烂，断。哎，我现在在最后捞起来。哦，有。哦有。你看，很大，很大一只，超大，很长，比我的手臂还是很粗。
重点是，你看哦，可能因为他住的地方是不见天日的，对，所以他皮肤整个偏白。很有力，很结实，很结实。而且他的头特别大，很像蝌蚪，蝌蚪放大的蝌蚪，有没有？放这一下机器。来，大哥，你等下，快点。到了，快到了。小心哦。大哥，你遮他，我遮阿良这边的机器。小心，怕会那个爆炸。可以吧？不错哦。来来来，上来。怕等下危险了。对。他应该是要帮我们收一下。小心哦。好。哦。哎，感觉怎么样？老大。但是太酷了吧？就会比较滑，你自己等下上来小心哦。可以。好，感觉这样。嘿嘿，来，我帮朱龙撑一下。来，我帮朱龙拿这个来，谢谢。它这个洞啊，深度很高，而且很滑、啊，主要是因为它左右边的那个碰到水以后，它的那个爬的那个岩石变很滑，但下面太惊人了。我拍这么多鱼温，拍什么钓什么头上，我没有看过下面有这样子的养殖池，太惊人了，四通八达，水深最深到腰哎。小心膝盖，不要刮到。跟着，翻稳才稳哦。小心，小心，不要走那边，走这边，我会过那个，比较危险。好，站，完美。啊，还有肉松了。肉松，那个。头杀输，来让人进两料吧。好，前面那边他已经帮你配料了。OK， 这个吗？配好了，上去就可以了。哇哦，它有很多，它有芒果、红葱、还有辣椒，像泰国青木瓜沙拉。头杀输变成是调味了，嗯，它的口感，酥脆的口感。那个香味是头拉酥最后那个香，但其他都是那种蔬菜的甜味，而且不会辣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又觉得辣的时候，吃这个，解不了。嗯，刚好，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哦，嗯，那种烤肉的味道，原来是芭比猪烤的。哦，那个肉怎么样？那个肉很 juicy 耶 ，juicy 吗 ？juicy 哦。这个叫做 kalum， 就是类似纽扣的。你拿着那个是，我们叫它 pearl money， pearl money 就是宝石的意思。宝石呀、啊，这很贵的。没有味道呢。哎，它切下去这么简单吗？哎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碎感决定。哇，里面很漂亮呢！哇，里面很大，很漂亮。哇，好香哦！哇，我的鼻子好臭，有点臭呀！哦，你是这样还是臭？我说，对，哇，你光看这个拿起来就知道，太扯了啦！哇，已经全熟了，怎么会？为什么它这么熟，外表看不出来？哇，这个榴莲爱好者十公尺可以闻到。太浓郁了，太赞了！啊，奶盘你做，哪里你才发？泡沫力太重，太发了。这宝石比这个纽扣贵，这个比这个贵。你小声点。哦。哇，这个它是你一直吃一直吃，那个浓郁感会慢慢提升，慢慢提升。这个好特别哦，哇，它前面刚进去的时候是那种有一点点口感，一点点微微的硬度，它皮比较硬。但那个一入口化开以后，那个奶油像 cream 一样，整个化开在你嘴巴里面，那个香气跟甜味后韵慢慢出来，很像这个层次感很像重乳 cheesecake。这是重乳的 cheese 榴莲。榴莲 cake， 榴莲 cake， 哦，好浓哦，哇，
Number one。嗯，哎，这个第一名。嗯，